话，这两瓶在超市上卖了多少钱？120，120对不对？对的。来，120，全部都是洗发水。有沐浴露吗，老板娘？沐浴露啊。夏天到了，我找一个。好的，可以。有。同品牌的吧，舒蕾大品牌的，一起的吧。那来来这样子吧，来拿一个新款，小一点的吧，拿小一点的，老板娘，小一点的吧，再拿个新款的，来大家，这的这的，挑一波丽姐大气，然后让丽姐把那个大瓶的给咱露出来，可以不？来，给我拿，拿，你不要再拿那种小瓶的，那个小里小气的，对吧？你这一说拿小瓶的都不太行的，对对对对，来大家要小瓶还是要大的？要的，全屏帮我扣个大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大家，舒蕾的。舒蕾的薰衣草精油的这个就是沐浴露，洗完以后不仅不假白，不仅不假白，不仅不假滑，然后洗完以后香香的，薰衣草味道很好闻，很好闻，很好闻。来，大家往这边看，看这一瓶多少钱？600ml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这一大瓶600ml，来，今天这样子，600ml，600ml，600ml，三个600ml在超市卖到180。180。来，后台这样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姐你够不够？你先说够不够？够是太够了，因为我平时在我们集镇上，我妈都是买这种的，因为这个太对舍不得这个舍不得。这个在我们集市上卖的话，这一瓶都要20多块钱，28块钱嘛。来，咱们今天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我。既然咱说了你当老板娘，你看这个要支持你。弟弟要支持你，白大哥要支持你，后面财务又说老板娘你拿都拿出来你还要放回去，全部都是喜欢你的人。来，喜不喜欢是我，喜欢是我满屏票喜欢，这样子是我，大家这么喜欢你，咱也不能说只空头的接受大家的喜欢，一定要有所表示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进步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这个价格这样子你说了算，我们超市不要拿180，来，好货不过百，99，你觉得给不给力？哦，好货不过百，很给力了，很给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后台直接帮我改价89块钱上。89块钱又减了10块。师傅，刚刚就像上那个云南白药一样的，丽姐，哎，我师傅，你知道我咱俩的关系了咱？哎，对。然后我也跟你说过了，就跟你的亲妹妹一样。然后是啊。这一波你一定哎。刚刚这个弟弟都表态了，这一瓶都是弟弟出的了，然后你要拿出你的诚意和状态来呀，99很不错了，但是再开一个，比这个更那啥的价格。我开89了。89。89，我开了89，99、15说就姐姐要不太便宜了，五瓶哦，他都不敢想。180块钱，对，两瓶那个是50块钱，相当于到最全部是我们超市卖价230块钱。我们这样子，全瓶再把丽姐大气给丽姐飘起来。丽姐，你再把这个价格给咱破一下。今天因为主打一个让师傅开心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他已经很开心了，89他已经很开心了。89，然后再让他更开心一点，再更开心一点。白总，我怕。开心就好。白总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到时候我们超市卖价是230块钱，我们老板娘给88块钱已经很给力了。230，200。对的。28块钱。三个是180嘛，两个50块，56嘛，这不是130块钱嘛？这样子。对不对？丽姐，我就帮你开个价了，然后刚刚你也说了，咱俩这关系就不用多说了，对吧？你说你要补贴的？我不，这一波我不补，但是待会儿其他品我可以再补，但是这一波你要拿出你的诚意来，你开这么多家超市，这么多那啥，今天十五咱第一次合作，主播对，哎，首播支持十五，超市这儿当老板娘。那你一定要拿出一点你的状态来，对不对？你说，你开，你往下开，你白大哥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高，十五，你开。你白大哥全力支持，你看，那丽姐不会那啥吧？不会。那这样哈，我觉得我平时买这小瓶的都有点舍不得。嗯，虽然这么多瓶80多，姐姐已经开得很划算了。那这样哈，我就闭着眼睛说一个价格哈。开。闭着眼说，师傅，你觉得66怎么样？66啊。66，你觉得66怎么样？我喜欢数字五。五啊！你说因为我叫15嘛，那这样哈，哥姐刷一门，我说了你就直接去抢，来，我闭着眼睛说，因为我睁开眼睛我不敢说，对，看着丽姐的眼睛有点不敢说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师傅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我姐会支持你的。那这样哈，59.9。59块9。多少单？多少单？50单，因为我喜欢五。你喜欢五啊？来50单，来3、2、1，小姐姐。好，谢谢啊，非常谢谢你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，全屏大开心。真的很感谢师傅，可以，就是这样子。丽姐，你放心，丽姐很大气的，丽姐很大气的，你不要那啥哈。家人们，
们59块钱，到手家人们五样，是相当于10块钱一瓶，16块钱，家人们，你在别的地方买小瓶都买不来，是不是？来，小哥往这边看。舒蕾蚕丝蛋白洗发水一瓶卖多少钱？59块钱。一瓶卖到59，等于是今天来大家这一大瓶在超市买59块钱，少一分结不了账的。对的。这一瓶59，然后这一瓶给你来59，这一瓶59，三瓶加起来180，这两个26.8加起来是52，一共加起来这是要230块钱。对的。今天咱们直播间来全部加起来59块钱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师傅已经拍完了，相当于给我就们一瓶给钱了，其他没给钱。对啊，就相当于这瓶咱们给了，然后这些都没给钱。是的，师傅已经拍完了，太划算了，我50单已经拍完了，丽姐，丽姐，没了。没了，没了，舒蕾没了，不是我老板娘没了，丽姐没了，这个没了，舒蕾没了，马上40000人了，39万人啊，这么多人呀、啊，对，感谢大家来到咱直播间，是不是你们都点了右上角帮我们分享直播间了，是不是？是哎，点了直播，点了分享直播间了，点了发送朋友圈的，来，没了是吧？是的，再上个30单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先上车，来先上车，给大家。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说这么便宜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我们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先上30单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平安说再来100单，平安你是大哥还是大姐？姐姐，你要问期限是多久？期限是多久？对不对？来，大家，保质期3年。我今天上午菜市场我都不去了。我的妈，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哥哥还要吃，要吃饭还是要吃的？哇，有这么划算的价格，还去啥菜市场啊？来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刚才说我们价格那么低，是不是品质发货？来，往这边看。刚才给大家说了，老百姓买东西认准旗舰店，认准专卖店，是不是旗舰店发的货？是的。官方旗舰店发货，保质期4年的时间。是的。全部放心去拍。全部给大家发新鲜日期发货。是的。新鲜日期发货，保质期4年的时间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保质期4年，新鲜日期发货，保质期4年，放心拍，家人们。等于是啥哈？有一个人说我拍了2单，是啥意思？我知道他啥意思。他跟你讲，洗发水，因为现在往夏天走了，对，洗发水呢，它又属于是消耗品，每家每户每天每个人必须要用到的。是的。59块就平常在超市只能买到这一瓶。对的。今天我们一共到手这么多，是多少瓶？一共到手59块钱，是的，59块钱。家人们可以看一下，一瓶到手11.9元呀、啊。那咱们拼一波手速哈，这个今天是59.9一瓶的价格，直接把这5瓶带回家了。这现在拼不了手了，又全靠丽姐的面子。哇塞，又没有了。哎，老板娘洗发水没有了。洗发水没了。还好不是老板娘没了，拉住他不能让他。洗发水没了。因为家人们没抢到，既然哎要让大家都开心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每个人都抢到，还有用吗？好吧，你说哥姐是刷一半，这个的话就是对，行，咱走了，让师傅讲讲话，咱就走了啊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从小就用的，我妈也是，就是用这个的话，我们家都是我自己都是不需要用那个护发素的，嗯，然后也没有那种任何的，就是任何不好的那啥。哎，来，大家听到没有？用了10多20年了。对，就是说。这个洗发水，来大家，洗发水15，从小用到大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收到货是2个600毫升的洗发水，1个600毫升的沐浴露，对的。然后又给大家发了2个200毫升的洗发水，大家一共收到货是2200毫升，保质期4年的时间，是的，全部给大家发新鲜日期发货。是的，没有了，再来一点吧。再加一点好不好？我要洗衣液的，要洗衣液，对的，拉住你，该拉住丽姐，不能让她那啥。但是我也有点不敢看丽姐的眼睛。没关系，你放心，丽姐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亲姐姐一样的。你就把这当我知道了。她说她不敢看我眼睛，是不是没有把我当家人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让你有一点那啥了。老弟，咱有几家超市？咱17家。放心，17家超市呢。那这样吧，
你能不能再给大家上个三十单？三十单呀、啊！啊，来后台准备三十单，来！三二一，送链接！谢谢啊，谢谢！满屏打支持手，我不是天天有啊，该出手就出手、啊。是的，这三十单抓紧手速了。来，大家这四瓶全部是洗发水，这一瓶呢是沐浴露，600毫升的啊，保质期是4年的时间，全部给大家发新鲜日期。我再给大家说一句话，但凡你收到货。破了损了漏了洒了，联系我们给大家包赔，然后大家收到货假一罚三，假一赔四，给力，来，好不好？那刚才有人问说，支持15下了一单，说但是如果收到货，家人们不一样会心寒。来，家人们所见即所得，拍照。收货不一样，家人们，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，有运费险，家人们，运险险给大家安排上面，然后大家你拿一个小的去试用，好用留下，不好用把这瓶把这些给我退回来。运险险我给你安排上，一分钱都不带让你花的，相当于这一瓶回家先用试用，先用的、哎、可以好用留下，不好用来大家把这些退了，对的，然后我把运险险给你，一分钱都不让你多花，对的，收到货破损包赔，有任何的委屈，收到货不高兴，有任何的委屈我不高兴了，这个洒了少一瓶，大家联系我们给你换新的，是的，给你补发，好不好？可以、啊，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，不用，非常可以。能拍到的话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。十五，今天你就是老板娘，哎，你家必备的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然后，老人小孩都用得着，买回去备着。苏雷，把共力给我上墙，把共力给我上墙。共力拍了6单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财富是舍来的，财富的任务就是舍。因为我们做生意，我太知道这一段17年，从摆地摊开始，我当然知道大家有舍才有得，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，对不对？大家今天你们支持十五，十五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好不好？大家有需要就去拍，家里面有洗发水的理性消费，不需要买。你像这个共力买了6单的这个姐姐还是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你啊，姐姐还是哥哥，买了6单这个洗发水的，买一单就可以了，给家里面再买一单，2单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大家59.9一瓶，这一大瓶合到11块钱呢，我的妈呀，太谢谢了。走，给大家上洗衣液，走，来，走，来，这样子啊，所有刚才要洗衣液的，然后有一个这样有没有护发素给大家来一个？来大家，上了咱们超市不要护发素。虽然我们说了舒蕾它是一个洗家护、不需要用护发素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发膜。哇，发膜，一次发膜相当于10次的护发素，在托尼老师理发店里面，这一瓶卖108，玲珑纸的500克大瓶装的，是啊，托尼老师那里一瓶卖108，来今天咱们超市卖79，十五，放心大胆的开。刚才那个共力这个咱们老朋友家人就说了，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，69块钱，你闭眼给我开，想开多少开多少。那这样哈，姐姐一句话开，那我就大胆的开了，大胆开，好，你不怕亏吗？不怕。好，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。那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就你们就自己出个快递袋8块多哈，快递8块多，那这样吧，你按照自己的心来。好，想开多少开多少，就我按照我自己心里的那个价格来嘛哈。好，这个真的很好，这个发膜平时十五在家的话我舍不得买的，这个肯定。那这样嘛哥，就是你就给大家这个不止8.8，这个运费都要8.8，直接给到大家5.9，让家人们出一点运费，然后你再补贴一点运费，这个就相当于免费给到大家，好不好？5.9，嗯，因为我们都是村里的嘛，平时也舍不得买这些，啊、你就给大家免费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是不是？可以。因为我刚才说一下，小舍小得，大舍大得，对的。十五以后要不要越来越好？来后台准备5.9上车，三二一，上链接，来走。刚才你们要什么？洗发水、洗衣液是不是？对的，来，洗衣液在这边，乖，在这里。来，满墙全部都是咱们这个洗衣液。你想要什么样的牌子？大家，蓝月亮、立白、超能汰渍、雕牌的，大家啊。要洗衣液的话，我这个地方我可能十五家里面哈，上次我过去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情况啊，现在用的的确用不到洗衣液，但是我这儿我为家人们争取一点。
啊，你想争取什么？你说。我觉得我家里面用什么我就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你用什么？我们用那个立白，那个不是那啥的，粉瓶的，可以吧？香香的那个是不是？对。他说的是那个大师香氛嘛？大师香氛啊，老板娘。就是我家里面用啥？因为15家里面我上次去看了，用的洗衣粉，他不知道洗衣液用哪个好，对不对？我这儿我给大家争取一下。这个啊？对，咱们家的天花板。哇，就是这个粉瓶的，这个很贵。我家里面用的是这个，我用这个洗衣液，香水钱都可以省了。白大哥是这样，我也叫你白大哥，白老弟，白大哥。丽姐，我愿意叫你我你这样子啊？姐，你看满屏都是扣蓝月亮的，对，蓝月亮。对你，我也是这么个心思，大家。我是想给大家上蓝月亮，你知道为啥不知道？蓝月亮在超市从来不搞活动。是的。然后呢，蓝月亮也算是我们洗衣液里面数一数二的了。是的。也是天花板的。对的。我想给大家上蓝月亮，你想要上？立白。家人们也想要。来，大家，蓝月亮扣一，立白扣二。蓝月亮扣一，立白扣二。有人扣一二。蓝月亮。扣一。家人们想要蓝月亮，蓝月亮扣一，立白扣二，来大家。蓝月亮的比较多。蓝月亮比较多，上蓝月亮吧，立白没有多大库存。你看，立白没库存啊。香氛大师库存不多。香氛。来给大家先占吧蓝月亮。那就占蓝月亮吧。对的。先占蓝月亮，再给大家上立白香氛大师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不是你立白香氛大师，咱没库存了。是的，不多。库存不多。那个你买的销量你知道的。咱超市够卖吗？对呀，咱超市多少你知道呀？我只有70来单。丽姐。啊。这么大，你这么多家超市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白总，那个因为那个香氛大师一直是我们的卖的特别好，王炸，你知道吗？说实话，上点那个，上点立白。要不你先上蓝月亮，我给我调调库存行不行？那你想听谁的？想你想听他们的还是听白大哥的？我不知道听谁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我都在电视上经常看到。这两个都在看到是吧？都要两，我的妈！英子说两个一起上，然后有一个悠远记忆说白大哥给立白，白大哥上立白，我觉得应该他们都要想要立白。是的，但是这样吧，说他库存少，说明好卖，卖得好。老板娘，要不调下库存去？调一下库存。想想办法，好，可以。因为立白那个，我真的我自己切身感受，那个我自己经常你自己用立白对。我跟他们讲，因为他应该知道立白，因为立白不是分了好几个颜色吗？对的。然后好几种颜色的瓶子，其实就代表了普通款的、经济款的和高端款的高端系列。是的。粉红色就是这个天花板高端系列。对的。所以他要这个，给他调一下库存。行，可以。给他调个库存。来，大家想要蓝月亮的啊，也给大家上，立白也给大家上，不要着急啊。来，这样子，小哥来，蓝月亮小袋装的、小瓶装的、迷你装的。这是大瓶装的是吧？来上大的。大瓶装的，那肯定得要大瓶啊。上大的。既然都要上了，那肯定得大瓶，对吧？来大家，两公斤四斤装的，两公斤四斤装蓝月亮薰衣草味道的，低泡一洗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大瓶在超市价格大家看到没有？49.9。就这平常我自己上超市来买这一瓶就是要49.9。然后呢，大家。现在这个蓝月亮都是支持15的，对不对？蓝月亮也算是我们洗衣液里面的天花板了。这样子，大家，全屏帮我扣一个666刷起来。蓝月亮今天给大家破价，平常大家在超市里面都不搞活动，一分钱不少的。今天这样子，蓝月亮给大家破价啊！大家来全屏666刷起来，满屏都是666。来这样子啊，大家。洗衣液因为每天天要用嘛，是的。然后我妹妹15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来今天这样子来两瓶，对，两瓶够不够？不够，两瓶不够是不是？不够。这样子把这个袋装的，这一袋卖到12.9对吧？对的。这两瓶是8斤对不对？是的。来大家，既然我们要破价，因为我们有市场的规则，我不能便宜太多，我不能乱价，我把这个给大家搭配起来，来把袋装的。你这样，你这儿有多少袋？来都拿上，这儿拿一下，来都拿上。来一个，两袋，这一袋是一斤装，然后这一大瓶呢是四斤装。来，这上面有总共有五袋，这 OK， 五袋就全那啥了，对吧？这四袋相当于一大瓶，这四袋这是四斤装，这一大瓶也是四斤装。
然后大家把这个用完之后，把这个袋子的剪开，倒到这个瓶里面，直接用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补充装，这一瓶卖到12.9块，然后一共多少钱了？48、50、100，差不多160了。是的，来，咱们今天这样子，白大哥，你把这个也加上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一瓶也12.9。对，那好，来今天。你就架子上就这5袋。对，来这么多加起来多少钱？160。后台大家想要蓝月亮的，你们拼一包手速，160块钱不要。你说多少钱？这样吧，我想就是跟家人们还有我们丽姐一起，就是长长久久一点，一起长长久久。对，你看十五多会讲话，我的妈耶！想不想跟直播间的粉丝一起长长久久？想。来，后台现在立马改价格，这么多到手，160不要，99块钱到手，20袋。哇！丽姐，丽姐。来，看你这上面刚好还有一个这个大瓶的，你既然长长久久的打出来了，再加一瓶可以吧？这个大瓶的直接再凑上去，要不加袋装的吧？你加个小瓶的不就小了吗？小加个小瓶的。不，你这样，加俩小瓶。不，拿个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，这个放在这儿，哎。这么多加起来要210了哦。对的，17斤了。213块钱，老板娘。213呢。对的。99.9开了，刚刚你已经说过这个价格了，就不能再变了，哎，那就上10单吧，要不？都说你拿出来了，刚才咱说20单的，你这20单就那啥吧，10单20单的，这咱直播间4.3万人，你上个10单20单秒没呀、啊？钱上这个他们点在那个上面一下子就没了。好，20单就20单，来，后台准备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，来，大家，抓紧手速去拍，来大家啊、哦。这一大瓶是2000克4斤装的薰衣草，大家都知道，蓝月亮天花板没有磷呀，没有荧什么光呀，漂什么白的，对的，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彩色衣服洗得更鲜艳，白色衣服洗得更白的，它是真真正正的蓝月亮，不是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红月亮、黄月亮。要看一下这个红太阳啊，蓝月亮不是红太阳，很浓稠的。你看一下这个拉丝效果，这么高，你看一下这个拉丝效果，就这个。大家蓝月亮全部给大家发官方旗舰店的啊，大家，今天我们99块钱到手是，旗舰店就是保证正品的，大家，然后大家，到手就这么多，对，啊，99块钱一共到手17斤，对，刚刚加这一瓶是99.9，你不加价格啊，我们15想要那个立白香氛大师，想要立白香氛大师，是的，你想要吗？因为白大哥一白大哥说那个他家一直用，是那个很好，洗衣液家里面都用得着。好，来上吧。哎，我妹妹说要立白香氛大师，满屏都是立白大师了，老板娘。那你多少单？你库存掉完了没有？多少单？30多单。30多单。啊，对的。那就只有30多单，我们都给大家上了，好不好？是的。我大家，我真的没库存了，因为现在全网断货。立白香氛大师卖的特别好，线上线下卖的都很好。我跟大家讲啊，你们去超市里面逛逛，你去看一下啊。你像这个牌子，它是不是只做了一种包装？是的。然后大家，雕牌的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它也是只做了这一种包装，大红色的。但是蓝月亮他们家不是，它做有粉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、绿色的，对的，还有做一个紫色的、浅蓝色的，是的。为什么？大家，因为还有一个那种袋装的那个紫色。我给你找一下。来，是的，大家，你自己如果说到超市里面逛，你会发现立白他们家颜色是分档次的，还有一个白色瓶子。对的。然后这两个就别拿出来了，自己别拿了，不拿，让大家说一下。不要拿那个出来了。好的，大家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粉色的。啊，我知道。我说了，我在家里面我用啥就给大家送啥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大家，高端的，高端系列天花板，普通款、经济款、高端款的，这一小瓶在超市的价格，来大家，这一小瓶超市是不是49.9块？是的。有人说了。哎呦，啥超市啥洗衣啊，这一小瓶都卖49。我跟大家讲，这小瓶有啥好的，这一小瓶的洗衣液相当于你普通洗衣液的3大瓶。是的。为什么？啥意思啊？你看师傅为什么大哥这样评论啊，因为啥啊？你看啊，这一小瓶普通洗衣液洗不洗得干净，其实我们是看活性的。一般的洗衣液是6、8，活性物8其实已经是天花板了，是8。
但是这个丽百他们家高端款给我们做的活性是25，25啥意思？比我们普通卸的，他如果说用三瓶盖的，用一瓶盖的，他用一丢丢就可以给你洗得很干净。浓缩型的，这是其一，浓缩型的。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？Caris 老师，来大家 ，Caris 老师亲自调香，一瓶香水，真果香水卖到2000多块钱，是同一个调香师调香的。再往大家看，纳米护色科技什么意思？护衣护色，白色衣服、灰色衣服、红色衣服放在一块随便洗，不串色。哇，这么牛啊！这么的牛，就是说一瓶顶三瓶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来大家往这看，72小时留香，梦幻格拉斯玫瑰的味道，什么意思啊？特别好闻。这一漂瓶洗衣液洗完衣服之后，可以让我们的衣服持久留香72个小时。可以，可以。72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用了这一瓶的洗衣液，香水的钱省了，柔顺剂的钱省了，一瓶顶三瓶。哇塞，那这真的好啊！白大哥自己在用的，大家超市里面线上线下断货王。家人们，这个真的我有。花花瓶，现在我衣服上，你闻一下，很香，香，哎，真的，真的啊！我家里面就是用的这一款，超市里边不多，大概就也还有3000多的，那个，啊对，来今天这样子，来大家，既然大白大哥给大家推荐的哈，我老弟给大家推荐的，来今天这样子来，再拿一瓶，我两瓶，来两瓶不够，老板娘，两瓶不够啊，对的，用的比较费，来再拿一瓶，三瓶，六斤装。来这样子，大家别看它小，这一瓶顶三瓶，补充装，来这样子，大家补充装72小时留香，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包装，粉色袋子，给大家安排一个，19.9一袋，19.9一个，50、50、50、150、170，169、170，对的，来三瓶，再给大家拿3袋，190了，哇，够不够？210了，210，来大家。我看你视频里面15是不是在用洗衣粉洗衣服？是的，15，这个是用来专门清洗内衣的，拿着，来大家，它是专用的清洗内衣除菌菌的洗衣液，除菌菌99，这一小瓶在超市卖的价格是9.9块钱，来今天这样子，9毛钱，把这个洗衣液等会儿打包10瓶吧，啊，可以，给15带回家，好的，可以。哦，太开心了！还有刚才那个就是那个洗发水，啊，行，没问题。15不是到超市都到街上都买小瓶吗？好的，对的。给他拿点大瓶，拿一箱装，反正保质期的时间长嘛，给他拿一箱让他带回去啊。来，大家，谢谢。就价值240了，这小瓶的240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来，大家，丽百的这个皂大家眼不眼熟？眼熟。不伤手，除菌菌。来，大家，这两个皂我再给大家一个，5块钱一个。这么多加起来多少钱？250。骂人一样。你250不好听，再加补充装。加个补充装吧。对，可以。啊，多少钱？270。270了。270。啊，来，咱们今天这样子，270块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我跟大家讲了，东西在超市里面价格是不一样的。是的。好贵好贵，一定是因为它好了，好才贵，所以它才贵。是的。好要有好的道理，我给大家说了，这瓶洗液。首先一瓶顶三瓶，然后香水的钱省了，柔顺剂的钱省了，然后大家72小时留香，不伤手的，有小砖小粒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小砖小粒，除菌菌，除螨螨，不含磷。人家那一句话怎么说的？没有不分手的恋爱，只有不相守的丽百。这么多加起来270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后台帮我改个价格，15你也别说话了，嗯，帮我改个价格，199块钱，立减80块钱。我可以啊，199。丽姐，你这个，刚刚我姐大气、啊。你在外面买丽白，那个上的多少钱？99。你在外面是你自己是不是用丽白？这个我价格你是不是知道？这样子，刚刚你这个小瓶的加上去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大瓶的，再补一瓶，可以不？啥意思？再补一瓶，14.4瓶呗。够用了，这已经够用了。我知道够用了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洗衣液，家人们啊，我为什么要推荐？我自己这个上面。就真的是19留香，哎，72，我自己天天用的洗衣液，我给大家推荐，因为15真的不知道洗衣液哪个好，他家里面用的都是洗衣粉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让我们家人充分的，哎，行，来拿过来加一瓶，这瓶加上去，来又加上了，又加一瓶，白大哥给的，价值320了，320，是的，那我刚才说多少钱？199，199。
那要再加钱还不合适啊。理解理解。来，199，199又加量不加价。加量不加价。加量不加价。这样，我说一句啊。199这个价格的确很不错了。嗯。我在超市里面平时买一瓶，就是只能按照超市价格。不行啊，贝总。对，这是什么？少一毛钱。少一分不结账嘛。是的。刚刚我们拍到蓝月亮的说99买了这么多瓶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咱今天也大气一点，直接这一波，还是让按照15那个意思来，我们家人们长长久久，可以不可以？199，我们把前面那个一给他。加两个减价呀，可以不？好货不过百，我去，老板娘好货不过百，长长又久久是不是？师傅，是的，快点把他拦下，来来，就这，就这，这个拿出来就不能再老弟，老弟，拿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再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要不然把其他洗衣液再上点，凝珠也上点，把不行把蓝月亮再搞点。不，这个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全程推荐这个？因为我自己在用的，我自己感觉切身感受非常不错。所以说我推荐这个，我刚刚从一开始就说上立白，而且要这个粉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既然拿出来了，那你就那啥，可以吧？拿都拿出来了，拿出来，你拿就拿回来的意思。支持吧，老板娘大气。15，那丽姐，对，拿上去，把丽姐拉着，拉着。这四瓶拿出来了，白总，白总，我们这300多块钱的本金，在超市里出了，低于300出不了超市。别闹。这个价格真不行，真的是真不行。你这样吧，再给他贴个20块钱，179吧，好不好？再贴20，179吧。179就说到就是给你了，家人们，350块钱的本金，给170块钱已经真的很给力了。要179吧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姐，我觉得刚刚上一个都是99.99嘛，嗯，我觉得这个数字多好的嘛。长长久久嘛，这么好啊！我觉得129。老板娘，满屏都是老板娘鼓大气。我再贴50，129。家人们，我们全屏丽姐大气开起来。是的。全屏飘丽姐大气。飘丽姐大气。咱们把这个粉瓶用一个划算的价格带回家。丽姐。师傅，不能让他再那啥了哈，就是你拉着一点他，不能那啥。说的老板娘大气，老板娘好厚点，我们。对，丽姐非常大气，真的。不。你要不你把蓝月亮现在4.6万人对不对？4.6万人，我们现在也上个其他牌子行不行？哇，这个真的很香。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用这个牌子，所以说我一定要推荐这个。对，特别香，我刚刚都在闻，就跟白大哥身上的味道有一点。关键是啥？这个洗衣液很省，很脏很脏衣服一丢丢都可以洗干净。一会儿给你，一会儿准拿个衣服，一会儿让那个师傅见一下。可以，这么牛。我上车了，老板娘，就30单家里。大舍大得嘛，老板娘。那就上，就30单。大舍大得，你这话说的，那就上10单吧，要不？行，留点库里。家人们，10单呀，就是。哎，你刚刚掉了库存。30多单，咱今天这超市就30单。我们还三十单，那就直接全部给大家上了，可以吧？那我们还营业呢，白总。不，老弟，你饶了你这架子都空了。支持师傅，在你旁边是谁？你妹妹。老板娘，30单吧，我们库里还要卖的，咱现在300多块钱。咱直播间20单，行不行？再加20单。可以了，白总，你得给我们留一点。再给大家拍吧。你等会儿上个其他的牌子都行，就是我们超市还要再营业呢。你有30单，你20单可以啊，你九十九一瓶，你知道一瓶喝多少钱吗？你不算账。你现在库存30单，那什么，你就上了。哇，太香了！我们全上了吧，上。家人们，99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的妈！家人们抢抢抢抢！我的妈！奖品总数啊，只有30单。丽姐现在很无奈。家人们，你自己算一下，家人们，99块钱，来，家人除以13件，除以13件，家人们多少钱？来，99块钱，除以13件，来，家人们7.6块钱买我们丽白香氛大师。哇，不敢想啊！在超市里这一袋你都买不走，家人们，这一袋超市卖家卖了12块钱了，家人们。这一袋卖多少？7.6，小瓶的都买不走。平均一件7.6块钱，老板娘。哇。啊？平均7.6毛钱。来，我问大家一下，7.6对不对？来，今天这样子，让大家7.6毛钱，家人们，咱就不说多的。你买这个皂5块钱要吧？要的。来，5块，是不是25块钱？是的。来，大家这一袋10块钱要的吧？要的，肯定要的。来，10块，10块，10块，是吧？这是不是40？是的。40加这25，是不是要65块钱？是的。
谁家买这种洗衣液七块钱？你能买得到吗？买不到。咱先不说它留香这么多呀，浓缩呀，这啥的，你就买这一瓶洗，要不要个20块钱？买个普通的也20多块钱呀。杂牌子都是20块钱。是的。立白官方，立白官方旗舰店发货的，一瓶合到7块多钱。对的。姐已经拍完了。走了，走。不能走呀。咋不能？都说没拍到。老板娘刚不是说做实验嘛？哎，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洗不洗得干净的。你不是17家超市吗？这个超市没了，你想办法在其他超市给我调点。库里还有10的。我们家人们难得。库里还有10的。还有，你上了20单是吗？上了20单。刚刚上了20单。对呀、啊。我难怪拍的这么快，一下就没了。上了20单。先把那10单上了，可以吧？没。这个真的。那就把10单加了，行不行？都在说没拍到。把10单加了，把你刚才说的话，我那旅行团，你不说要洗吗？对，好多单没拍到。行，那就这样的。把10单上了，给大家洗完洗个衣服，然后说一下日期，咱们过了，行不行？来，后台准备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把衣服拿过来，把那个脏的东西给我拿过来。哇，这衣服也太脏了吧！再拿点。好的，可以。这个衣服太脏了，这衣服要洗这个衣服。拿手机照个相。好的。要洗这个衣服。这个衣服不够脏。就用这个洗衣液吗？这个衣服不够脏，来，家人们来。这还不够脏啊？这衣服我都丢掉了。我昨天是不是要你们给我弄老抽？是的，我说了老抽，这不是老抽。哎，有新抽。你去买一瓶，超市里面多的是。这都已经没有了，老板娘。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妈呀，谁家衣服能穿成这个样子？丽姐。啊。我先在这儿说。没关系。是用这个来洗吗？是用这个来给我照个相。好的。等会儿啊。如果没洗干净的话，怎么？来，大家先来照个相来。来，先截个图。来，大家。好了。白老弟，你别担心。今天来的全部是咱家的家，是咱家人，对，全部是支持咱师傅的，我不会让你翻车的。如果说没有洗干净，家人们听好了，怼着我录屏。好的。如果说家人没洗干净的，这件衣服刚才你们是不是99块钱买的？对的。给我安排。好的。全部把钱退给家人们。啊，没问题。退款不退货，一分钱不要，照样发货。好的，收到了。如果洗不干净，我转身就走了。你转身就走。今天播也不播了。好。来，你让师傅当老板娘，直接就翻船了。好。然后另外再给我准备10个冰箱，我不要多，10个，1块钱挂车，给我现在做链接。好的。假如洗不干净，1块钱上冰箱10台。可以。来，洗衣液给我拿过来。好的。丽姐，我这个我说了要老抽。我知道这个洗衣液好，但是我还真没拿来洗过这么脏的衣服。白色的。好。白色的。好，我懂了。来，大家，这个洗衣液啊，大家如果这么脏的衣服，是不是要搞很多洗衣液？是的。来。就这么一点啊！哇，来往这里上面看，脏的地方大家能看到。能洗干净吗？真就一滴啊！因为你们都不懂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洗干净吧。你，我跟你讲，师傅，我没有骗大家，白老弟，大家我没有骗大家，因为它是浓缩型的，这一小瓶洗衣液相当于你其他洗衣液的3大瓶，你别看它小，浓缩的活性物是25。市场上都是6的，都是8的，它达到了25哟。现在咱们洗一个看看，老板娘。如果说我洗不干净的情况下，大家记得一句话，把钱全部退给大家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然后呢，把钱全部退给大家。洗吧，你的衣服呗。啊，钱全部，你小心别弄水，到处都是。钱退不大家1块钱的冰箱给大家挂个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洗衣液好，但是这个白衣服我还是。你没这样洗过，来大家。是不是就掉了一丢丢？是的，泡沫出来了没有？出来了。你揉一下，你别抓，会不会洗衣服？没看就没洗过。哎，对了嘛，揉一下。老板，这什么时候日期啊？来，大家。家人们，我都有点不敢看。全部。这个、真的，我没有这样洗过。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。你有钱的，你洗衣服吗？你知道你家里面用的这个都是阿姨洗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，你不要离开镜头。来，大家。立白官方旗舰店发货，保质期3年的时间。是的，保质期3年就给大家发新鲜日期。对的，大家不用担心保质期和日期的问题啊。哦，衣服不能离开镜头。啊，好的，免得家人们说我们那个啥。超市同款的，所见即所得。差不多了，揉一下，不用再漂洗了。新鲜日期给大家发货，不用再漂洗了。来，看到没，大爷们？来，家人们，看到上面这个泡沫了没有？看到了，还是很绵密，去污能力嘎嘎强，不用再换水了。来，大家确定干净了吗？就一次，哇，真不能翻车了。来，看到没有？家人们看一下，这是刚才拍的对比图，干不干净？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？牛不牛？牛。我
我白老弟你不要担心，我跟大家说了，我不会拿，太牛了，不会拿咱的直播间给大家开玩笑的，来的全没有了，来的全部是支持咱们家十五的，大家放心去拍啊，都没有了，老板娘，老板娘牛归牛，但是真没有了。老板娘，我拍了蓝月亮，我想把退的买立白。来，大家，蓝月亮，你平常在超市这个价格你就买不到，99块钱买到17斤，你平常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2桶，但是今天你买到了3大桶，而且那5袋相当于1大桶还多。是的。然后呢，你拍的立白的，你也去稍微的庆祝一下。为啥我跟大家讲哈？为啥我跟大家讲啊？立白也好，蓝月亮也好。都属于是我们洗衣液里面的天花板，夏天到了每天都要洗衣服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今天你拍这样子，大家蓝月亮是我推荐给大家的，立白是白哥白老弟推荐给大家的，白总推荐给大家的。如果你拍了2单的，如果到时候你蓝月亮用得好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立白用得好你也告诉我们，哪个产品好你到时候回给告诉十五。对，然后十五再到超市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只给大家上一种，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帮我们做个品宣，你拍蓝月亮也好，拍立白也好，蓝月亮也好，或者是立白也好，都是洗衣服的，拍2单也可以，拍2单，然后蓝月亮好的告诉十五，我们过来卖蓝月亮；立白好的告诉十五，我们过来卖立白。对，老板娘说的那么好，在哪里下单？再上10单，他们说。没有拍到，屏幕上也没有。刚那10单上完了吗？是的，已经完了。这个超市现在还有这个超市已经没了，这个超市里立白没有了。哦，但是这个真的很好，让他们调一下。7店去别的7店有没有？能调一点。来，大家到时候收到货能不能给好评？既然可以，来给好评的打个好评。可以，能凑个20单。还能凑20单吗？对，差不多。那咱这个超市咱也要啊。嗯。今天就暂时超市就暂时让它空着了呗，暂时让它空着。对，因为这个刚刚哇，我看到好厉害呀，那个。老板娘，你把第二十单过来，然后这边60单，咱们发10单，行不行？嗯，行，可以。咱们上10单得了。再上十单吧，要不再上10单没关系。因为我们要在营业的，每天都在营业的。咱你看，等一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咱营业。实验都想要。咱实验它。现在都想要，对，想不想要？想要。都要卖瓶子。当然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打一个想要，然后平时全部都是好的，对，对的。掉一点味儿。就是因为它，我们就去那场。对，大家就是因为它，纳米护色衣服、白色衣服、红色衣服、黑色衣服可以放在一块洗，不穿色。是的。72小时留香，梦幻格拉斯玫瑰的味道，这个就是说让我们的衣服持久留香，72小时把香水的钱省了。然后大家这一小瓶浓缩型的小砖小粒，没有磷呀、荧什么光呀，还可以除菌菌的。也就是说这一小瓶相当于其他洗衣的3大瓶，立白也好，蓝月亮也好。就大家，你刚才拍了蓝月亮的，现在也可以拍一单立白。帮我做一下品宣，给个好评的，来再上10单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老板娘。谁可以给我好评的？来，大家每个人，你就去拍这10单。可以。来，后台准备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那我精准订单了，所有家人们打了好评，家人们我就给你们直接下单了。我先给父母买。平常买一瓶，家人们多少钱？平常买一瓶，来，家人们可以看一下，超市里明码标价49.9元一瓶。是的。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，家人们直接是所见即所得，99块钱，你见到了，家人们13样给你发货。是的。他说，买了一单还想给父母买的，把他的付款通道打开。好的。把他的这一单。给他，可以的，让他可以去拍到，行，一定让他拍到。好的，来，大家自己在外面工作不容易，不能长时间回家陪父母的。然后人家那一句话怎么讲的？养育之恩送父母，是的，不是说错了啊？对，就是，是的，恩爱之人送妻子，养育之恩孝心之人是送父母的，洗衣液属于。爸爸妈妈每天都要用的，对的。然后呢，他如果上超市来买这么多，要花300块钱。对的。今天咱们直播间只要99块钱。是的。来，这样子把他的通道打开，让他付款。还有没有没付款的？还有几单？还有几单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子，你们买蓝月亮有真的有一个雪中送炭，说我买了2单了，一定要发货正品，以后才会继续支持。对，一定是正品。必须正品。对。来，好不好？来。来，老板娘，来签下单行不行？签下单，咱们就过了，这个不加单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后台 T I 库存，来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来，
家人们，家人们再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好呀！来，家人们，你担心的问题，我再给你讲一下，家人们，来，可以看一下。就这样包装，外面都可以闻到香味。但是立白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，家人们是保证品质的前提下破单了。来，家人们看一下，立白官方旗舰店是不是品牌旗舰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的。我们已经销售了是13万、14万了，家人们。是的，放心拍，家人们。大家你现在怼着我录屏，怼着我去截屏都是可以的。大家在收到洗衣液的时候，破了、损了、漏了、洒了，我全部包赔。大家收到货都是洗衣液的新鲜日期，保质期3年的时间。今天我妹妹15首播，然后大家你也知道了，我和白总、白老弟的关系，我们也不是3天5天，也不是3年5年了。然后加上我弟弟，然后说，那个啥，就各种的原因，大家。今天所有拍到这些东西，大家放心，放100个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走，给大家上一波福利去，走。好的。好的。嗯。家人们，都说要纸巾。要纸巾。是的。啊，可以的。来，给大家上一波这个大贴纸。好的，可以。来，哇。来，大家这样来，给我拿一大贴。好的。来，大家。这个纸巾好多呀，哈。好多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撕飘的原生竹浆纸。原生竹浆啥意思？出厂就是婴幼儿小宝宝可以去使用的。对的，这个纸巾是这么用的。来，两个挂钩啊，一会儿。好的。把它挂在墙上、卫生间、厨房，大家方不方便？方便。方便。撕飘的纸巾，大品牌，500强，不掉纸屑，不飞白沫，不掉纸屑，不飞白沫。这个很柔软。然后全部是4层的压花纸，来，纸巾属于是大量消耗品，来多拿几点。多拿一点。好的，可以。超市卖多少钱？我们29.9。29.9一匹。这么贵啊？对的。对的，这1328张呢。来，大家，1328张，出厂就是原生竹浆纸，保质期3年，云柔气垫纸巾。你这个挂厨房、挂厕所都可以用。对，很方便。这个而且很柔软。来，行。多上点，因为这个纸巾是家庭里面人人用得到的，家家户户都用得到的。可以。挂在厨房，挂在卫生间。在客厅都可以用。好，来，再给我多拿点，来，再拿点，还拿呀？3包、4包，来，5包、5包，来，再拿一个，6包，来，再拿呀？7包，就太多了是吧？是的呀，还有，等下用不完呢。我觉得拿都拿出来了。啊，我觉得不多吧？7包可以吧？7包，7包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我上面还有一题的嘛，上面还有一题，把那题一起拿下来。我的妈！一起拿下来，拿吧拿。先把那题拿来，拿来。爸爸发财，爸爸发财。对，这个比我都还高了，这比我都还高了。超市要卖到180了。你这样180太贵了。那超市19.8一盒，是不是8包？28100160嘛。29.9一包啊？嗯，29.9一包，对。因为1000多张，然后8包大概是10000，我如果我记不错啊，应该是10000多张。是的，一万多张，10600多张。对的。10600多张，姐妹们闭眼入，来，改个价格吧，来波大的，支持一下15。刚才那个立白没有让大家拍高兴，大家不好意思了啊。然后这个后台帮我改个价格，59.9上。59.9。8包，1包合不到10块钱，给力，丽姐大气。你觉得呢？只付了2袋的钱，是不是老板娘？对。我靠，家人们，丽姐大不大气？大气。大气的话，丽姐再大气点。把桌子帮我拿开。你要抱回家了吗？我不抱回家，来家们。要给家人们。对。这么多的纸巾，59.9，给不给力？给力。只能买2提哦，家人们。但是今天15当老板娘，这个价格，我觉得。啊，15你开。这么多纸巾，你看我真的可以开吗？开，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这么多！我的妈，那如果大胆开，为什么？刚刚因为我们哎帮丽姐做了这么多的宣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直播间真的太厉害，9万人，你来，哎，你抱着，都在你帮你打那个这么多的纸巾，你来开，哇，这个真的，哎，要掉了，要掉了，不用，不用，让他抱着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多，那就放桌上来。一共是多少钱？相当于在我们超市里只有2提付款了，家人们。不是，丽姐，如果我真的可以随便开吗？随便开，随便开。纸巾是必备品，随便开。那我可以先通知一下我们村里的人一起来抢吗？通知村里人，来，大家右上角这上面有3个点，每个人都去点击一下这3个点，下面有一个发送给朋友，转发朋友圈，来通知一下村里面人，一起过来抢纸巾。
可以。不知道我妈在不在看，让她去转发给我那个。我感觉你的这个价格我也想抢。妈，你快点过来抢嘞！我妈不知道在不在。那这样，我随便开了哈。嗯。我背过去开，不然。你要开多少的价格呀？师傅，你大胆开，我给你补贴10块钱吧。你们给他开多少价格？真的啊？师傅会开出多少？谢谢你哈。所以那家人们，我也想让你们就是节约一下那个钱，支持是我。对，因为咱们都挺不容易的，纸巾的话我每天都用得到。对，那这样我开喽。开。那大胆一点。好，你别看我。好，我不干你，我不干你，开。那就29.9元八包，就一起。29.9元一提的价格，陈经理。29.9元。这么多。对。超市就一提的价格是29.9元，我以为他会少个10块钱。十五开出来了这个价格，来3、2、1，上链接。15都已经开出来，你就不能再往上涨了。谢谢丽姐，真的非常感谢。29.9元八包，一包合到多少钱？3.7元。十五是为家人们着想，一提的价格。那十五，我再给你两个挂钩吧，万一这个东西不好挂呢？哦，这个就再给两个挂钩，来大家。要贴在墙上可以，这个要贴在墙上，对，就这样，很方便，直接从下面抽就行。哇，我们村里都没有这么长的纸哎。来，大家这一包纸巾外面买要不要3块钱？要的，这个肯定是要的。来，这个3块钱，这个3.7元，你要哪个？肯定要大的呀。要大的。然后这个还是撕飘的，一大包里面是1328张。几包了？一包。对，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。来，大家，这么多，一共加起来10600多张。对的。然后加起来29.9元，还给大家包邮到家。我跟你讲啊，老板娘，现在只给了个运费，其他都没给钱，没有了。都给了一个运费，没给钱是吧？我们的山东一单运费就20多块钱。妈的妈嘞！完了，体积太大了，是的，重量倒不重，体积太大了，是的，运费太贵了。那走吧，好吧，我们走吧，好不好？已经拍完了，哎，没抢到的，没抢到的，啊。家人们有多少人没抢到的？纸巾家家必备的，姐能不能大气一点？对，能不能让他们每个人都抢到呀？啊，没。对，因为姐姐和叔叔们都是过日子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抢到？每个人都抢到。毕竟这是家家必备的东西。好，那你说怎么弄呢？就再上一点呗，再给大家上个30单嘛。直播间50000人，直播间50000人。所以说你上个那啥，你既然5万人好像有点确实有点小气啊，30单。是的，对，你都已经同意十五开这个价格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还不小气。老板要大气，都抢得到。沙漠说十五抓紧通知家里人也来抢。哎呀，我的妈嘞！太划算了。他买了6单，就倒是8题啊。来，再上66单。我再上66单。66单上。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谢谢你，不客气，太给力。你要把它当成自己家一样。其实十五能这样开价，我还是有点挺开心的，对不对，大家？十五能这样开价，就证明没有把我当外人啊。然后大家这一大题，今天咱们直播间3.7元，手快有，手慢无，好不好？走了吧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可以走了吧？来，来，走。要什么？大米往这边。大米，我们往这边。来。哇。你这衣服好好看哦，这衣服。好，来给大家上波福利。好的，可以。纸巾抢了。十五，再问一下，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就厨房湿巾？你应该知道湿巾吧？我们家的话，我们农村里的话，这些就没有啊。厨房湿巾是干嘛的？油烟灶具锅台上面。或者是我们吃完饭的餐桌上面，大家餐桌上面，然后有那些油油渍渍的，小孩子吃完餐桌不是不干净吗？是的。直接白大哥应该知道这个东西。这个知道。哎，就是往床上一擦就可以了，是的，不用再洗抹布了，油油腻腻的很脏。这一大包来看一下，大家大包的一大包里面是80抽叠雅思的，里面是含了椰油精油的，一大包超市价格16.8元，来。来两瓶，我有水杯热的，来三包，我有水杯热的，来帮我让后台帮我送一下，牛力知道，来5个，来很再加一包，6包了，超市价格要不要90？要，94。白大哥，你要不要补贴一把？我纸巾补贴那么多，你要不要补一把？90元，你来一个。
这样的，都到这，你都这么说的话，谢谢，那我不开心哟。啊，你看我都补了这么多，你要不要补一个？我补一点，然后这个价格还是由15来看，可以吧？还有15开呀？啊，对。好，使劲薅，薅你麦大哥。师傅，不用犹豫，直接开。可以吗？啊。万一你很亏呢？不用不用，你就大胆开这个价格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今天主要是我们村里的人的话，家人开心。那边因为这种卖的很贵嘛，然后他们都没买来用过。那今天你这样，你就让他们出个运费钱，你让他们免费体验一下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可以，真的、哦、没问题。家人，那白大哥答应我了。那这样六包哈，这样我还是喜欢九这个数字。因为我想我们一辈子都就是说一直在一起就长长久久嘛，那这样19.9六六大顺。师傅你真敢开啊。六包。六包19.9。啊，六包19.9。三二一上链接。我的妈嘞。哇，这个真的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哈。师傅说实话，你是真宠你的家人们。我在你旁边那啥了。我想给他算个账。我的天，这一大包说了在超市卖16.9，然后呢今天80抽，对的，大家买一个很小那个十斤烤的都要3块钱了，是的，这一大包，然后3.618，这一大包连4块钱都不到，不要，这一大包今天咱们直播间3块多钱，让大家全部是含了椰油精油的，就这样子擦桌子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，来大家，哇，一些油渍什么的也特别好擦。拿两张吧，这个太多了。来，两张让大家看一下，来。看一下水分，哇，水分充足啊！这个在厨房那个擦油渍的那嘎嘎好用。然后每次吃完饭，饭桌那些收拾的时候用一下这个，哎，对，方便，对吧？又干净又清香，而且也不伤害你的这个就是漆面、桌面这些之类的，大家啊，关键还便宜啊！今天一大包才多少钱？3块多钱。来，走了，大家闭眼去入啊。你们刚才有要什么的呀？大米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来，15这边是咱们大米。俩那句话怎么讲的？世界大米看中国，中国大米看东北。你东北那么多大米呢，哪个好，哪个米好？五常大米。哎，五常大米好。来，拿过来。好。哎，还有我们五常的玉米有吗？有，等会儿给我们煮一个，让我师傅尝一下，好不好？先给大家上大米，上完大米我们上玉米啊。可以的。这个季节吃玉米嘎嘎好，为什么呢？玉米属于是膳食粗粮的，吃了以后对这个好啊。来，大家，人家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就刚才我们讲的，世界大米看中国，中国大米要看五常。是的。来，往这大家看，原粮稻花香二号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这个情况下，大家，咱们那边是不是你们那边大米吃的都是你们自己种的吗？还是说南方米买的？你们那边种大米吗？以前种，现在的话很少种了。也是买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买的。你们吃到的应该都是南方米，大家，因为我们靠近我河南的，我老家河南的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我们北方人啊，我们都是吃东北米。但是我觉得你们那边应该是吃的那个就是南方米会比较多，长江以南的。来，大家你们知道哈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，原粮稻花香一号是我们老百姓有钱就吃不起的大米。原粮稻花香一号，来，大家是不是五常大米？不是我说了算，往这边看，这个是我们的五常地理标识，真正来自于我们黑土地北纬47度的，这个是五常的标识。这个是执行标准号，是不是五常大米？3个码3个标全部都有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五常大米。是的。今天给大家榨它行不行？可以吧。秋水良田72小时超鲜米，什么意思？是的。旭阳，来，大家，秋水良田72小时超鲜保鲜米啥意思？从它大米剥皮研磨抛光，最后到它成型包装，没有超过72个小时，保留了大米的原汁原味。我没有超过72个小时、啊。拆开了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拆开了一包。来，拿过来。好的。打个灯。
东北米有啥好的，南方五常米有啥好的，这个是它独有的标识，每一个里上面每一颗米上面都有这种鹰钩嘴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这个有鹰钩嘴的才是真正的五常大米，每一个都有。是的。肚子发白透亮，就是粒粒分明，就是跟每一个都跟个小胖子一样的，不管从色泽、气味、颜色上面，都是大理米面的这个标杆。来，给我再拿一袋，咱们超市来看一下，让大家买多少钱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咱们这个是我们普通的大米。对的。这种米，先不说碎米，先不说这么多白点。颜色发乌，来大家，来你往这上面看，这个米透亮，对的，透亮，这个米发乌，是的，放一块让大家看，是的，能看得出来不能？能，可以看得出来吧？可以，这个亮米，这个米它透亮，它不管是煮米也好，煮米饭也好吃，或者是做米汤也是非常好吃的。这个米颜色不对，发乌，而且碎米非常的多。是的，这个拿走。好的，可以。来，今天给大家，来大家把一家人帮我扣一下。